下首批援助湖北医疗人员共有135名，来自宁夏回族自治区8家医院。我们分了有8个小组，3个小组呢是从事重症医学，就是这个危急重病人的这个治疗，另外呢还有5支队伍呢是做一般这个患者，就是这个普通患者的一个治疗。新疆首批赴武汉医疗队由142名医务工作者组成，队员中有很多人曾参与过非典疫情防治和汶川玉树抗震救灾，具有丰富的应急救援经验。而现在那个武汉发生这个疫情以后，牵动了我们全国人民的心，也牵动了我们的心，然后我们就义不容辞的应该去援助他们。28号下午，内蒙古自治区共139名医务人员乘坐飞机驰援武汉。这支医疗队来自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以及呼和浩特市等多家医疗机构。我们所有人都是主动要求上战场的，疫情嘛就是命令，尤其是现在这个疫情，说重症人是最需要的医务人员，所以说对我们来说，这应该是责无旁贷的事情。